接着给大家聊江青啊。江青对这个中国当代历史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。34年底啊，他去北平了，跟这个于启威啊，就是现在于正声的父亲啊，又开始同居了。这个35年的3月啊，他回到上海。他应该是跟这个于启威俩人不和了，分手了，要不然他不会去上海啊。等于俩人过了3个月左右去上海了，然后进入了电通影业公司，改名叫蓝屏。6月份，他因为主演了一个话剧叫《娜拉》而受到好评，随后在《自由神》及《都市风光》2部电影中担任配角。江青在上海始终没有大红大紫啊，他就是个二三流的演员。如果他大红大紫，可能也就不会去延安了啊。同时期，那个民国时期有好几位这个女明星比她火多了啊。然后1936年的4月，江青与唐娜结婚，在杭州六合塔下参加集体婚礼。集体婚礼是3对儿，我记得有顾儿乙，还有赵丹，还有江青和唐娜，另外一个是谁我还忘记了啊，好像是那个沈君如，反正是一位当时的，不是沈君如，是谁？我想想，是张含芝的，父亲，等于是他的养父，张世钊应该是，好像是个张世钊，因为是大律师嘛，反正是一位当时很有名的大律师。也是1949后的所谓的著名的民主人士吧，统战对象，给他们搞的这个当的证婚人。他在杭州六合塔，他们是3对儿6个人，所以寓意非常好，但是也没长久。演艺圈嘛，演艺圈过去和现在都是今天跟这个好了，明儿跟那个好了，是吧？好像昨天前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说这个。星爷周星驰要娶张柏芝，是吧？是叫张柏芝还是叫张柏芝啊？这张柏芝不是跟那谁好吗？跟谁结婚来着？谢霆锋生了俩儿子，仨儿子呀。哈，之前还跟这个陈冠希，还有艳照都流出来了，是吧？陈冠希跟很多这个香港女演员的艳照，因为她修理电脑，是吧？被这个电脑修理的工程师给他外泄了，然后回上海以后，后来，对，在杭州待了一段，然后他又回上海，他又加入了联华影业公司，参加了由这个费穆导演的电影叫《狼山喋血记》，叫《Blood on Wolf Mountain》，中间扮演了一个叫刘三嫂的。然后37年2月，这个他又主演了话剧叫《大雷雨》，是导演叫张敏，并主演蔡楚生导演的影片《王老五》。然后5月30号，张娜不是唐娜第二次自杀未遂，因为江青啊用感情来折磨他，这个所以他又自杀了，但是没死成啊。然后，1937年的6月，蓝屏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文章《我的自白》，就等于是公开说他跟唐娜的感情结束了，跟他掰了，并且和导演张敏同居，同时被联华影业公司解聘。是他私生活不好，还是他演技不好啊？名声不好，反正把他解聘了，他失业了。我之前得到的消息，除了他跟张敏同居之外，好像和另一个导演叫史东山的，好像跟金山有没有啊？还有一个消息是跟一个足球运动员也有过。据说在江青掌权之后，文革期间，把他在上海生活期间，他曾经雇佣过的啊，当然他不是很有钱，可能短暂的雇佣过的一个帮佣吧，佣人，一个老太太。当然啊，当年也不是老太太，当年可能是个中青年妇女，
把那老太太还给关到监狱里了吧？还是81年审他的时候，那老太太好像还出面作证了，来指证他。据说他说了江青的一个小名叫阿什么阿平还是叫阿兰，说江青当时浑身一哆嗦，因为那个人知道他底细，因为他往家领男人的时候，那个女的他瞒不过那个女的的眼睛，他的私生活有多么的糜烂，有多么的不堪，那个人很清楚。然后就是延安时期了啊，延安时期了。上海来的女明星啊，对于这个山沟里的啊，这些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然后这个江青与毛泽东一起还在延安写作，江青一辈子不自称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吗？是吧？这是当时就住窑洞啊，住窑洞。这是他们的女儿李娜啊，李呢就是李娜吧。然后37年7月份啊，七七事变爆发，蓝萍离开了上海，经过武汉抵达西安，8月到达西安，改名为江青。这个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。啊，郭子仪的郭，郭沫若的郭，潜伏的潜啊，是蓝萍到达延安之后首先接触的人。他受理了蓝萍的恢复党籍的申请。这个江青恢复党籍的时候，与朱光啊，朱元璋的朱，光明的光，关系密切。朱光就是所谓的我刚才说的，可能和江青谈过一个短时间恋爱的那个人。在延安，从外部到达延安的人啊，需要住在招待所里，不准出门，接受审查。当时延安应该有一个机构叫边保，叫陕甘宁边区保安处，可能还有其他机构负责审查干部，怕从国统区来的人不干净，怕叛变国或者是特务。最著名的、最成功的。国党啊，国民党国府方面派来的，基本上一直没暴露的是沈之岳，后来去台湾当情报局局长了。沈之岳的老婆叫关露，关露是一个，也是个女明星吧，唱京剧的。然后蓝萍与毛泽东结婚后，正式改名叫江青啊。11月，37年11月入抗日军政大学抗大（括弧马列学院）学习。像他们应该系统的学习马列的学说，从思想上是吧达到统一。然后38年的4月10号，鲁迅艺术学院鲁艺在延安成立，江青担任戏剧系的指导员儿。哦，他还不是学生，他是戏剧系的指导员儿。他毕竟演过戏是吧？他有舞台经验，演出了话剧《被糟蹋了的人》。锁在柜子里啊，两个话剧。8月改演京剧《打渔杀家》，得到肯定 这个得到肯定没有主语，得到谁的肯定？应该是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，而主要就是毛的肯定。应该是毛就喜欢上他了啊，随即调任军委办公室的秘书。在毛泽东身边工作，照顾毛泽东的起居。照顾毛泽东的起居这词儿，是吧？生活秘书是吧？白天晚上昼夜陪着，昼夜照顾，连吃带喝是吧？吃穿住行这一系列啊。然后（括弧）毛当时的妻子贺子珍正在苏联长期养病，贺子珍是跟毛闹了别扭走的。跟当时毛泽东接触史沫特莱啊，还有一个叫吴丽丽的有关系。吴丽丽河南人，她是史沫特莱的翻译。当时他们经常在一块儿，因为史沫特莱来采访嘛。后来，他们又要不然是洋人，洋美女，要不然是从国统区来的，又懂洋文的土美女，所以引起了贺子珍。有人说贺子珍是个山大王啊，就是使双枪的游击队队长。有一次，据说贺子珍怒了，拿着枪冲进去了，
然后和毛泽东发生激烈的争执吧，最后给送到苏联去了。眼不见心不净吧，是吧？眼不见心不烦，这个惹不起躲得起。然后1938年11月20日，就在江青到延安3个月左右，1年零3个月，他是37年8月到的延安啊。这个经过中共中央批准（括弧啊），其中一个说法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批准，没同意。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了。不过说到这儿啊，好像是党内一些文人，什么张闻天、王稼祥，还有其他一些人对毛泽东不太满意，认为首先他找江青，他们认为江青是戏子，就是中国人啊，还是有一种传统观念。说是什么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说这个唱曲儿的呀是下九流啊，还是有这种非常，当然这观念也不完全对啊，某种程度上也是陈腐的。不过呢，演艺圈确实男女关系混乱，今儿跟他好，明儿跟他好，仨香的俩臭的，是吧？可能也觉得丢人吧，是吧？觉得毛泽东起码得找一个像回事儿点的吧，哪怕找一个女布尔什维克。啊，是吧？起码贺子珍在中共很多老干部心目中还是有几分敬佩吧，我是这么猜啊。后来据说贺龙说话了，贺龙说那个老子们出生入死，说搞个把女人算什么？据说啊，贺龙拍桌子了，据说把手枪都拍桌子上了，因为贺龙代表军方的一部分声音嘛，是吧？然后说毛大帅，当时毛泽东叫毛大帅，贺龙说毛大帅，啊，说想结个婚，你们还说三道四的，再多嘴，老子弄死你们，老子宰了你们，大概是这意思啊，是我给演绎的啊，这叫合理虚构，合理虚构。然后就结婚了，40年生下女儿李娜，这个姓李来自毛泽东的化名李德胜。不过我听说，好像李德胜这个化名不是当时，是后来胡宗南打到延安，毛泽东在陕北躲藏，所谓的转战陕北时期，化名李德胜，意思是离德胜，离开延安反而会得胜。然后就是北京时期了啊，一个漫长的北京时期了，李自成进北平了啊，进北京了。然后，194910月，PRC 成立，江青成为第一夫人啊。她担任了一个职务不高，中共中央宣传部、中宣部啊，电影处的处长，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啊，起的作用比较小。1950年，曾主导对武训的调查，并推动了对电影《武训传》的批判。武训是一个要饭的，但是他把要来的钱都建学堂了，应该是一个清朝人。1963年起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，其成果被称作八个样板戏，曾有著作谈京剧革命。1964年，1964年6月26号，这个毛泽东在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。谈京戏改革，谈京戏革命啊，京戏就是京剧啊的记录整理稿上批以悦，讲得好，夸自己老婆好啊。1965年春，毛泽东让江青到上海联络姚文元。其实65年春，毛泽东已经想发动文革了。其实啊，不管叫文革还是叫武革还是叫什么革，其实也不是从1965年春。毛泽东早就看刘少奇这一票人、这一批人、这一波人，这个刘的集团、刘的派系不满了，早就不满了。主要的导火索有好几件事儿，最主要的是3年大饥荒、3年自然灾害。昨天有一个老哥70多岁，跟我聊了2个多小时的天儿，他有一个词儿，他是北京人，他叫粮食紧张，粮食紧张。是部分的北京人或者大城市的人形容3年大饥荒或者3年自然灾害，而在北京地区，应该是尤其是北京城区，应该是一个饿死的也没有。但是在河南信阳、
在山东、安徽、四川、甘肃、全国很多省大面积的大批量的饿死人。据说当时有五大酷吏，这五个省死的人最多。这个五大省委书记有安徽的曾希圣、河南的吴之甫、这个山东的书童、甘肃的张忠良和四川的李景泉。这五个人最狠最恶，所在省死人最多。你看65年春，毛泽东老毛就让江去上海联络姚文元，就是在造势，在酝酿。因为什么？在北京以刘少奇、彭真为首的这批人，也包括薄一波、安子文、什么刘兰涛一大批的人，中央书记处的人，各大部委的人，包括各大山头、各大中央局、各省，已经不听毛的话了。毛的威信，因为建国以后他不懂经济，他错招屡出，昏招屡出，党内的威信他已经非常的低落了。所以在北京他已经没有实力，他想为所欲为做不到了。包括北京的那个所谓的两报一刊，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是吧，或者是解放军报，一刊可能是红旗杂志是吧，现在叫求是，包括可能这个新华社他已经掌控不了了，没人听他的了，所以他只能到上海采取迂回的方式。1965年11月，受毛泽东指示，江青在上海组织编写评新编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。这个《海瑞罢官》这部戏是吴晗写的，海瑞是明朝一个清官，但是因为这个在中国很多的戏剧甚至一首歌啊，甚至一首诗都能成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索或者牺牲品。吴晗、廖沫沙、邓拓后来说他们是三家村，也打成了一个反党集团，有很多反党集团，什么周扬反党集团、彭罗、陆扬、杨于富啊，什么彭黄、张周，这多了是吧，彭罗、陆扬是吧，彭德怀是吧，不是，是彭德怀吗，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杨尚昆。彭黄张周是彭德怀、黄克诚、张闻天、周小舟是吧，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反党集团。然后66年2月，江青得到林彪的同意，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。此后他组织力量改编了《红灯记》啊，李玉和、铁梅、李铁梅、李奶奶啊，沙家浜是吧，沙家浜、阿庆嫂、刁德一啊，智取威虎山、杨子荣、这个小庐将栾平，这个还有叫什么来着，这个威虎山上的头叫什么，坐山雕啊，崔三爷啊等样板戏，批判禁绝其他各种戏剧、音乐、舞蹈等文艺作品，只能是8个样板戏，其他一律都不行。这是完全的倒退，完全的文艺的禁锢，文艺的独裁，文艺的垄断，同时也是思想的垄断，迫害其他的文化文艺界人士，造成8亿人民8部戏的局面。8亿人民8部戏啊，平均1亿人1部戏，你只能看这8部戏样板戏，别的你不许看是吧。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毛粉怀念那个时代啊，他们是被洗脑的，他们在那个年代就变成那么一种傻的那种状态，单一的信息来源就是人的智商会降低，就是人种会退化。1966年啊，文革正式开始后，他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、全军文革小组的顾问。你看这个毛泽东已经让他掌控全国和全军了啊。江青号召红卫兵学生，打倒了一大批政治人物和社会名流，包括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中央书记处的负责人邓小平。67年，江青在讲话中赞扬了文攻武卫这个口号，成为此后全国群众之间
进行武斗的理论依据。重庆有一个文革死难者、武斗死难者的陵园，在一个公园里，我去参观过。重庆的武斗，双方动用了炮艇、大炮、高射机枪，死了好多人。河北保定也发生了武斗，双方据说动用了大炮，把38军的军火库给抢了。当然，在武斗的时候，有的军队支持某一派系，也放水让这些人拿武器。据说大炮晚上放炮，互相炮击，这个镇的窗户纸都晃的。那会儿的窗户纸是纸做的，窗户纸嘛，很多人家都没有玻璃窗。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都是窗户纸，后来才有的玻璃窗。玻璃窗在下边，窗户纸那一层，窗棱上面糊着纸，在上边一层。现在都不知道那窗户纸是什么做的了，我还有这么一点印象，比我再小的人可能都没印象了。全国武斗死了很多人，后来这个武汉发生了一个百万雄师事件，也很厉害。这个毛泽东在武汉差点出了危险，后来紧急坐着一艘小军舰到下游去了，到上海南京去了。1967年7月21日，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时候说，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，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，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。当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，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，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。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的这样的口号，叫做文攻武卫，这个口号是对的。这就江青说的。江青啊，是毛泽东时代晚年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了，因为他比毛泽东小了20来岁吧。我看他是哪年生的啊？他是1914年生的，毛泽东是1893年生的，他们俩差了21岁。差了21岁，所以毛泽东到晚年体力也不行了，主要就靠江青。不过粉碎四人帮以后啊，其实很多外国人是这样伸出一个巴掌，因为他们认为这四个人是毛的四条狗，毛是这个五人派系的领导人，晚年这四个人最得毛的宠信，说江青四人帮整人，其实是毛最起码是默许默认，没有毛的点头是吧，江青整不了刘少奇、贺龙、彭德怀，他整不了。当然彭德怀更早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势力，就倒霉了是吧。1969年中共九大，然后林彪成为写入党章的接班人，党章上写一个人的名字，这个也是历史的创举啊，从全来其他国家政党都没听说过。江青进入政治局，江青在文革小组的权力，甚至可以用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联名颁发文件，等于中央文革小组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，就这么大的权力。如果没有毛在后面的支持，他可能吗？对吧？1971年913事件以后，林彪摔死以后，他与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结成同盟，即后来被批判的四人帮，与周恩来，其实就周恩来这一派啊，和复出的邓小平有权力斗争。邓派和周派基本上是算一派吧，邓基本上就是周的小兄弟把兄弟。然后1974年2月，江青借题发挥制造蜗牛事件，导致中国滞后5年引进彩电生产线，直接损失约7亿人民币啊，74年的7亿人民币得顶现在几百亿人民币。74年9月。借题发挥制造风庆轮事件，那风庆轮好像是一艘轮船，后来沉没了，批判洋奴哲学和卖国主义路线啊，当然还有好多，他们文革期间又发动了文革大革命，
文化大革命这个大动乱、大浩劫之内、大运动之内，他们又发动了很多小的这种动乱、浩劫、批斗、整治运动啊，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，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啊，一大堆。这个晚年的毛泽东啊，并未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。毛泽东很清楚，你可以利用四人帮，利用江青整人、杀人、排除异己，但是他们没有治国理政的能力。虽然在75年的四届人大上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批判了他们的作风，但实质上却暗中帮助他们获得更大的权力。这是毛做的，暗中和表面，表面批，暗中仍然扶持他们。但毛泽东在逝世前，因邓小平不愿意支持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举动，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，邓小平不支持，所以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，再次将邓小平打倒。最后毛将华国锋确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，就是华国锋成为接班人。但是毛泽东知道华国锋党内的根基很浅，俗话说的叫毛嫩，因为当时两派激烈斗争，一派就是这个江青的四人帮，一派就是周恩来派系，这个斗争太激烈了，你交给谁那一派都不服，可能第二天双方就发生内战，所以只能给一个派系色彩没那么显著的、资历尚浅的，然后为人相对来说比较啊，起码看起来老实忠厚的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就聊到这儿吧，待会儿再跟大家聊聊粉碎四人帮以及审讯啊，主要是审讯江青啊。这是一直我现在给大家聊的是文革啊，聊的是文革期间的江青。